日月巴士化妆是为了让自己开心。遇到过吗？就是刚新手的时候化妆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成熟。我倒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但是首先我觉得化妆其实就是为了自己开心。对。我之前有说过，就是化妆或者说是你去打扮就是为了自己开心，因为自己心情好才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美真的不是千篇一律的，大家要自己发现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过的一些艰难的决定可能会成为我们做过最棒的事情，所以其实这就说太好了，其实只要去勇敢的去尝试你的第一步，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难。